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看到。私はコニー。素敵な旦那様。さて、海の生き物。私でよければ、多くの人を救う。狩りの時間だ。双五星吗？太好了，好欠那个灵魂石哦。这个沙赞特斯也要升了。哎，是吧？那よろしく。谢谢大家，真运气太好了哦。刚开始没有做一个开场，想说先来个免费十抽吧。すごい進化になって。谢谢大家。私、占いのネハです。ネハ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ね。あなたのことは何でも知っていますよ。なぜか占いが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。すべて丸見え、お見通しというわけです。哇，令人酥麻的余音啊！哦，升级了。好，那我知道比较三个有名的背后灵，第一个是阿拉乌尼哦，这一个哦增加 SP 的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尼哈了。尼哈有一个这个银灰的祈祷，它其实是双属性啦齁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祈祷，那因为呢这一只 boss 落暗的话呢，我就使用这一个暗的祈祷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灵优啦啊，灵优是最熟悉的，有加攻击，然后有补血，大家应该都是选择补血的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打打看哦。这一次呢，我有装备那个黑人的袖扣了。所以说呢，我先不用建议一级好了哈，我用普通的阵风斩就可以了。啊，但是我的魔王速度太快了，好，没关系啊哈，啊，随便随便。哇，也是打满了嘛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哈。哇，这个 EXE 哈打得不是很漂亮，但是没办法，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好，这个尼哈祈祷中后，所以说他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尼哈，救命啊！哎呦喂呀，卡纳利真是无敌啦！尼哈的大招等一下再用，我先把魔王收掉再说。哦吼，22万啊，碎啦！哎呦，第二只敌人不知道怎么打，呵呵，糟糕，没有对到属性。哦，整个硬靠。哎，尼哈的大招看一下，神秘战谱。哦，全属性伤害提升，属性暴击解锁。好，不过打超烂的哈，我们就随便哈，快速把它收掉了。好，抱歉，因为呢，我完全忘记打这一个敌人呢，他前面还有一个女管家了。但没关系啊，哈，尼哈抽到就是爽哦。那神官塔也开了，可是神官塔不能上尼哈，但是呢，我有魔王就够了。OK 的哈，这个 EXE 我都还没打嘞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打的烂没有关系哈，十个红宝石拿到27回合，好，有够丑，好。啊，这个是我上一次神官塔过关的这个记录，然后我来看一下哈，上次我没有袖扣。那我是装备这个破碎腰带，然后我好像随便装备一个曙光，现在我有这个教父的袖扣哦，装上去。那我用的是幸运法杖，不知道要不要换黄武哦？好吧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好，神官塔还是没调好，还是要破两次盾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装备了这个黑人袖扣之后呢，就达到了19999。其实我可以达到的20万以上啦，但是20万以上呢，那个伤害有一点怎么讲呢，撑不够，我装备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先撑到怎么讲20万就好了。再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啦。嘣，还没到20万哦，哇，我的装备还要再去配一下了。9回合哦，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